劲歌金曲正式开始，有请我哋今晚五位都好唱得嘅嘉宾出场，有曹格、麦浚龙、阿 Jam、关心妍，欢迎晒咁多位，有张文京嘅，哇，你哋好啊！阿 Jam 今晚全部都系唱得之人，好犀利啊！同埋咧，我都好中意听咁多位唱歌啦。今晚你哋会送啲咩歌俾我哋呢？不如咁啊，问下嚟自五湖四海嘅曹格 Gary 先啦。今晚会唱咩歌俾我哋听？我今晚拣咗自己觉得几经典嘅自己嘅歌。好嘢啊，劲啊！诶，咁我问下张文京啊，你好啊，你好你好。我知道你会唱国语歌，对吗？对对对，我特别崇拜曹格大哥，所以今天会跟阿 Jam 一起合唱啊。当然啊 ，Jam 啊 J 同阿 Juno 都会送歌俾我哋听啦。不如而家咧先交个台俾阿 Jam 先，我哋而家睇睇当年金榜先啦。好。Thank you。咁《睡公主》咧就系我喺 TVB 嘅第一首嘅冠军歌嚟嘅，咁所以多谢 TVB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邀请世界唯一的张芸京。谢谢世界唯一的阿张。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，是爱让你掠过漫长等待，我们只要现在相爱，幸福就来。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，抱歉让你等待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另一半。这个世界唯一的你是我拥有的奇迹，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。坚定，就算世界与我为敌，我也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爱就像一种解不开的魔咒，永远保持沉默。我愿意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，一切交换。什么都愿意。谢谢，谢谢，多谢，唔该晒 Jam 同埋张芸京嘅，喺呢一边咧有世界唯一的曹格噶。你好，好啦，头先呢个歌咧就系 Gary 咧2006年嘅作品啦。你觉得两位实力派嘅女歌手唱情点呢？其實張芸京之前在台灣我就聽過她唱的了，其實當她還未是歌手之前，那時候已經很驚訝，覺得哇很好聽了。今晚呢跟 Jam 合唱，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禮物送了給我，覺得因為我覺得很榮幸，即兩位歌手都咁識唱歌，然後揀了我的歌來唱。想問一下 Gary。哎呀 Gina， 我試少少嘢俾你睇啊。张芸京嚟咗啦！你知得咩？张芸京坐我隔篱啊！哇，好犀利啊！你好，张芸京你好。你好你好你好，即系近排咧，即系人气急升啊！你啲歌迷又热情，不如讲下咧，即系你近排有个喺香港嘅签唱会啊，反应点样咧？
我相信他们都好开心啊！对，真的啊，他们好很热情啊，很热情，很热情，对对对，我觉得香港的歌迷真的好棒哦，因为每次来他们全部都出动这样子，对，我知道你。第一次跳舞，在你的新碟里面有一首歌是第一次跳舞的，对，觉得怎么满不满意？我觉得其实自己已经尽力了啦，因为我本来是一个舞蹈白痴，对，我四肢还蛮不协调的，但是我为了要报答所有的歌迷朋友，我想要让他们看到我很算是动感的一面这样子。咁佢哋咁乖咧，又咁熱情啦，除咗跳舞俾佢睇咧，你有冇打算咧多啲留喺香港嗰度，即係多啲見佢哋咁樣咧？對對對，其實真的很感謝所有香港歌迷的支持，所以我即將在十二月會舉辦一個演唱會，哇！希望你們都可以來，即係佢會舉辦演唱會喎，其實。同埋嗱，跳舞出碟，我知道當然實有 MV 睇噶啦，我都知道你有個 MV 咧好正嘅，你哋實睇過。看過我講緊嘅 MV 就係有個性感演出嘅喎，露膊頭啊，露這個，可唔可以講下？我都想問個 idea 係邊個諗噶？你幫我問下。這個idea 是你想的嗎？其實是公司我們大家一起想的。那希望就是這個露半肩的感覺，除了可以博一些版面以外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其實主要是相反的，我這首歌是要回歸到對音樂最單純的狀態。哦。對對對，所以露半肩的感覺是最一個最乾淨的樣子。哦，因為相反啲，我哋嘅歌咧，其實係一個即係要表現一個好單純嘅狀態啊，咁所以咧要露少少肩膊，不如。我哋就聽下呢一隻歌啦，好嘛？請你各位準備，唔該，張雲京。張雲京，哇！佢歌迷啲反應真係好犀利啊！嚇，好有一鳴驚人嘅張雲京。笑了太用了太久，没气了，所以。原谅我想笑是其中每个人都在选好的轨道奔走，讲真的我想要护住，请看爱情的脸孔，美的丑的几千世界拼命是什么？累死我！我有双不听任何命令的耳朵，去享受快乐加上自由的我。我要变成一颗透明的石头，我不会移动。我有双不听任何命令的耳朵，去享受快乐加上自由的我。我要变成一颗透明的石头，我不会移动，也不会移动。想要一个乱了数字的时钟，我想做一个完全相反的我，相反的我。有两位好有实力的女歌手坐我哋隔篱啦，一个是 Jam， 一个是张云京，欢迎 Hello, 欢迎，你好。好啦，咁啊，問下兩位先啦。頭先又唱咗經典歌俾我哋聽啊，揀咗曹格嘅歌喎。你哋即係好似唔係第一次唱呢一首歌噶咯噃。我真係好中意曹格。係啦，你對大家嘅印象係點咧？你哋覺得對方係點樣咧？雲京講先啦。一起合作的感覺。
就是我觉得跟阿 Jam 一起合作唱我的偶像的歌曲。其实今天也请到很多那个歌迷朋友一起来看我心目中的偶像。哇，他们也很喜欢曹格，对对对。Jam 咧，你对阿张文京咧？好久之前已经在比赛度睇过佢唱呢首歌，咁所以即系一起合唱，其实唔多唔少都有啲压力嘅，尤其是。在他們那麼多那些你叫什麼叫愛人 的面前好害怕啊，現在他們不停在那裡歐陽，我以為在叫歐陽的，其實愛人啊，愛人不是叫你啊，okay，想問呢，剛才你也說的，就是之前張文京都在一個歌唱比賽唱過曹格這首歌，為什麼當時會選這首歌？你是不是很喜歡，你很喜歡曹格對嗎？對，很喜歡，對嗎？那我觉得刚刚可以跟这个阿 Jam 一起合作唱曹格的歌曲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阿 Jam 好会唱哦。对，阿 Jam 咧，阿 Jam 咧，咁我一开始已经见到咧，佢唱呢首歌，唔系，其实我以前有睇佢比赛嘅，所以佢有好多歌咧，俾啲评判盛赞咧，我全部都有睇嘅。哇！咁所以咧，依家要合唱，其实即系有啲压力，不过已经唱完啦。你中唔中意听 Gary 唱歌先？中意啊！我哋依家就听啊，同埋好中意先。系啊，啱啦！我哋依家就交个台俾 Gary， 送两首歌俾大家，曹格。電影音樂同時間做，係啦，加油啦！我哋俾啲掌聲，今晚所有嘅表演嘉賓，好唔好？好，下個禮拜我哋有更多嘅嘉賓嘅，記住留意咯噃。下個禮拜7:07，勁歌金曲見，拜拜。到時見，拜拜。